早上等待，早上紧张，你忙吗？我是要给手机的，我今天就是没理你。我今年二十三岁，我没结婚，我还老公也奶奶，我收未够，我已经做了爱拍档这三年。我学美术，我学吹饭，我学吹中国，吹吹吹吹吹吹我都不买就醉。我说照顾小朋友，照顾 BB， 照顾老人家。我说追自由，但系我唔识自由。我识晒衫、冻衫、马地、扫地，都买晒死。我希望喺韩国做嘢，因为我希望揾到啲钱俾我屋企人，都买我自己。唔该先生，唔该大大。爹妈先生，大大终于见我自己。我一个看来，作业、落沙、电话、泡菜、煮麦，总共有点合标了。唔该大大，唔该先生，我不见。